大家好，我是白航源。这期韩团专题，我们来讨论讨论两位硬汉的对决。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弗兰奇将军和古代种三角龙，最有目的硬汉对决。在漫画798话之后，藏宝团和凯族团两方的战力对位基本确立。而这期韩团专题，我们就先从弗兰奇和祖祖木的战斗来说起。其实，在最近的927韩团专题，我们就已经大概讨论预言了这场战斗的结果，那就是和乌苏庞大美会先败给乌尔迪和裴钻的情况相似，弗兰奇也会败给祖祖木。而原因就是在于，从具体的格斗战斗环节来说，祖祖木要强于弗兰奇，但这却并不能表明我们的弗兰奇不够强大。而实际上，从绝对的摧毁力来说，弗兰奇和弗兰奇将军的破坏力甚至要远在祖祖木之上。毕竟我们的这位科学家可是掌握了贝加庞克和冥王的设计力量，他所带来的战斗破坏力可能也要远超过于只是个人的战斗。而且从防御的层面来说，弗兰奇钢铁之身的防御那也要强于祖祖木纯粹是肉身的防御。而祖祖木更胜一筹的地方，恐怕就是在于他可能已经觉醒的古代中恐龙能力。从这点来说，即便弗兰奇能用他的炮火将祖祖木不断的轰击打倒，并将他的装甲部队摧毁不堪，但三角龙祖祖木却可能可以一次次的从背脊岛中站了起来。一旦战斗成为了拉锯战，当两人的战斗成为了纯粹的肉搏，那弗兰奇可能就非常的不占优势。从机动性的层面来说，祖祖木的机动性和武艺可能也完全就在弗兰奇之上。而且以三角龙除了防御之外，脚的攻击特点来说，我们甚至就有可能看到祖祖木用他武装三星化的脚来击穿弗兰奇将军的钢铁铠甲。但是话又说回来，弗兰奇也势必就会给祖祖木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坏，尽管他可能还是很难打过祖祖木。而当两人的战斗初步分出结果之后，接下来也就是923期韩团专题我们已经回头讨论过的可能可以拯救弗兰奇的一条潜在的线索，那就是鱼人后代祖祖木可能是可可罗婆婆的儿子。而从另一个可能可以暂时拯救弗兰奇的方向胡扯来说，那恐怕也就是在677期韩团专题我们胡扯祖祖木可能是三角龙时就已经提到过的在小花园篇曾打猎过三角龙的索隆。如果如939期韩团专题我们所讨论的马尔克载着索隆飞上楼顶的环节会被其他的支线人物所暂停，那飞特半路为了拯救弗兰奇而和祖祖木开战，可能就是索隆在对战凯多之前的支线人物之一。祖祖木的刀可能是如鞭一样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把武器，让这位特殊的刀客和索隆对决也不失为是一场非常有分量的热身。而相比弗兰奇对决祖祖木，索隆对决祖祖木的胜率也明显要更大一些。但在这之前，或者只是从祖祖木和弗兰奇对战的这场具体战斗来说，那也势必就会成为一场非常经典的对决。因为除了各自的装甲特征之外，这两人的性格特征其实也非常的有火花。弗兰奇是柔情的铁汉，而祖祖木则是非常讲江湖义气的女人。当两个像这样的男人对决后，那很可能就会我们带来一场非常浪漫的男人的单挑。因此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期望弗兰奇将军和古代种三角龙祖祖木的对决，甚至就会是一场超过布洛芬弗兰奇和塞缪尔单挑的那场更加经典的硬汉对决。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豚专题，我们下期再见。